呢、這個亦解釋了點解啲人咧要落嚟香港買 iPhone， 都不用在大陸買 iPhone，、嗯、因為香港的 iPhone 係有曬嗰啲 Google 啊，嗰啲有曬成噶嘛。係啊，因為香港的 iPhone 係有曬嗰啲 Google 啊，嗰啲有曬成噶嘛。係 啊， 啊，就算在入邊去喺入邊去、VPN 唔到都好，去出國都仲係會有 Google Shop 嗰啲噶嘛。嗯 ，OK。